先给它拧开。你得拧松啊，拧松一下。它这里会走。这是固定的啊，固定它不会换来换去的。然后下面，看这个铁片又转过去的啊，哎，或者说一下，转过来，好，就这里转过来了。嗯，这个转，好，就给它关在这里了。哦，就给它关在这里了。就意思是上面那一块，要转到那边过去。对，然后你回去的时候再把这里再掰过去，再打开嘛。然后底下，然后下面正在修好了。有预约是吧？民警，那个登记一下，然后。回去的时候，这个水平要放好。这个是水平位嘛？中间一个，如果水平位放不好的。